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艺兴。听说大家对于这个不归牛顿老师管的帽子非常感兴趣，到底怎么上去的呢？今天我就跟大家演示一下。首先你需要一个帽子，第二个你要需要用你的手肘，首先把它挂上去，然后第二个指出去以后呢，手一定要伸直哦，伸直就好了，然后让你的身体稍微有点倾斜就过来啦。是不是很简单呢？希望大家一起来挑战吧。